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来玩这一款 Tomb Raider Merge Idol Merge 啦。Tomb 是古墓嘛 ，Tomb。那 Miner 是矿工，好，然后 Merge 是合并。音乐的话比较小声，好。好像玩过类似的，是那种造船的，就是也是挖挖挖挖挖，然后到达目的地，然后开船就开走了，就一些维京人啊，干嘛的、啊？就是我看他那个游戏画面，大概知道他的意思啊，大概知道说这个游戏的玩法是怎么样，可以再合并一下。然后可以继续挖，然后这边可以升级。大概是涨钱的速度嘛？哎、欸，这个僵尸怎么那么可爱啊？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中文啊？没有中文，只有音乐跟……哦，我想说怎么那么小声？原来他预设音乐比较小声。这一关比较简单啊。我们是四嘛，四挖二就可以了。哎、啊，太慢你就多挖一点。啊，没钱了。啊，把这个挖完之后我们就过了，这关就过了。不让他走会怎样？挡住你。好，没有用，被穿透了。好，过啦过啦，哦，已经过了。哇，这就比较慢啊。啊，这也可以继续升级。这个涨钱的速度就越来越快嘛。那我不知道这个僵尸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啊？攻击我们吗？也没有啊。Great job！ 那我们移动到下一关吧。是不是？好，开开宝箱。今天是1月18，游戏我有预先注册，所以应该是1月17可以玩得到。台服的部分啊，因为我是台湾人嘛，就玩台服。好，一样，跟刚刚一样。很明显啊，这个二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挖不动吧，我在想。啊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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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始挖钱，哎呀，我们家扫地机器人出动了。你看这个是一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可以挖嘛？啊，你看这个一可能就挖不动这个二，你看挖超慢，要三分钟，哪受得了？哇，这边有一个石头，这个涨钱的速度，没有很快、欸。哦，这太慢了，这太慢了。只能慢慢挖，等一下，
好，我们可以启动，开宝箱，开宝箱。这边有卡牌，把它升级一下。然后这边又开始挖这个，这也可以升啊，这个绿宝石。继续升，这个已经2000了，就是你挖到后面你会发现很难很难练，很难再召唤。这个可以升一下这个绿宝石。它虽然显哦，它这个还是金币啊，这个还是金币，绿宝石是这个，这个可能要看广告吧。或是做其他事，反正现在没有找到这个。这个也可以升级一下。反正这关大概就过了啦，因为我们这个5跟4可以过。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。这个升一个升这个一出来没什么用。好，我们最多可以上阵四只吧，这边显示3/4。挖一下这个，你看你可以这样挖，只是他去挖这个。好，指他挖这个，指他挖这个，也可以挖这个。好，那第二关大概就这样过了吧。剩下的功能还要再开一下。给他开一下。好，开这个银色的宝箱。那我们这个可以升级啊。哦，不行，还不行升级。这应该是。就升级他们的效能嘛，他们的能力。好，继续，大概就这个玩法啦，就，怎么说，就休闲啦，轻松休闲。我之前玩的也是一样的玩法，然后我刚刚开头有讲嘛，这边是一个海盗维京船，然后维京船开始挖矿，先挖这个吧，这个会帮忙赚钱一下。好，4级的，好，启动一下。那这个可以升级。他就叫我按啦，我就按啦。欸，还不能升哦。继续给它合并一下。我们这边这些小矿工们，然后你就会发现钱不够了，钱不够了。你看这个要 32K 啦，不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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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边是这个 CD 跑过去就赚 32K 吧，有没有？就有了，赚 72K 有没有？像这个很慢啊，这边要看广告吧。这个你看，这个超慢的，所以就不如领这个比较快。
有没有？这样就600多了，有没有？继续升，继续升。现在这个可以升288K 啊。300多K， 继续给它升下去。哇，这两分钟有个久的。你看，马上用五级的挖十秒就可以。啊，再启动一下。挖后面请越赚越快。可以升级。升级。哇，我们这个要 EM 啦。哇，拿电钻欸，六级是拿电钻欸。好，这边差不多了，我们把这些关给挖完，就还蛮简单的啦，蛮简单的，就一直换地图挑战这样，然后要 EM 嘛，没钱了，没钱都升光了，306K、360K， 这边有宝箱，开一下宝箱。转一下，转一下，40秒、30秒，这样少10秒。这看你要不要处理这个啦，不然把它处理掉，一起把它处理掉。合完啦，合完啦。好。大概这样吧，一个小品游戏啊，就有看到预约嘛，预约就预约，我也不知道我有预约这一款，然后时间到好像就帮你下载了。好，接受奖励，没什么难易度，就是杀时间用的。好，这个可以升级。好，他也觉得差不多了，要问你要不要买礼包啊，100块。Maybe later， 哦 ，Maybe later， 然后看你要不要给星星啊。好，这个可以升级一下，这个都还不能升级，碎片不够。哇，这个地图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复杂了，就想办法挑战吧。好，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这个小品游戏，没有中文，但也没关系，因为很简单，不需要中文，你也会玩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